汽车轮子转呀转，火车风景真好看，高速列车跑得像风一样快，飞机高高地上飞，捷运穿梭城市间，轮船载着货物漂浮在海面，轮船嘟嘟，这是什么啊？把它放在这里，然后就用挖了，可以吗？好。先，我们要什么口味的？巧克力先，再是抹茶。那我们有一部分。抹茶，我想看里面抹茶装什么。妈妈，我想要上面巧克力，下面上面抹茶，下面巧克力。一个打巧克力，一个打。妈妈，我想要抹茶。妈妈，里面是抹茶，那我是巧克力。下面很多巧克力，然后上面一点抹茶，这样就有点像麦块的草皮。我想要帮忙加抹茶巧克力粉。好了，加一点点就好了。来，来我帮忙。这是巧克力的。我也想要呢。没来，妹妹来加抹茶，快，你过来这边加抹茶。妹妹去加抹茶。加一片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加抹茶。然后嘞，就这样哦。妹妹来，就这样哦。你要给我看呢，不要自己加下去。这样嘞？我妈这样嘞。哦，好好好好，我们先检查一下颜色。妈妈这样嘞，好迷你。我看一下，啊，这样就够了，不然它会变成一块一块的。然后要加炼乳吗？要。啊？我要加，我也要加。我们先加一下炼乳，那你自己把它放好了哈。哦，好香哦！这样一下子就，你看，好了，姐姐的好了，放到盒子里去。哎，好可爱哦！姐姐，那我要用哪个抓啊？颜色有没有都均匀的？抹茶怎么没有跟外面那个那么绿哈？妈妈来加，我看一下。再拌一次，要不加绿吗？好像还没有呢。我们这样子就好了，好吧？我们是淡淡的抹茶。做冰皮哦，我先洗手。妹妹，你那个太多了，你再刮一点，把它弄平平，挖一点起来，好不好？弄平平的。它结冰后会膨胀。为什么会膨胀？这样才叫松软有冰的冰淇淋。抹茶味，对不对？这是我第一次做冰淇淋。做冰淇淋就这样那么简单，对不对？首先，做巧克力抹茶都可以。草莓的话，你就需要草莓可可粉，对不对？草莓再加草莓粉，这样就好。对啊。妈妈，我可以盖了吗？可以，要把边弄干净的。我这边盖到又干净了，对不对？那算干净。好。盖起来。妈妈，可以盖了吗？可以盖了吗？可以啊。你有用干净就可以盖了。干净，它为什么还有事？四道冰淇淋。我给妈妈吃一盒巧克力的。好了，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下次见。